咁讀咗兩年嘅副學士課程之後，再加上兩年嘅學士學位咧，咁用咗四年咧就可以完成一個大學嘅課程噶啦。學校同一間媒體公司合作拍攝一個短片，就係、是、宣傳一啲手做嘅手工藝嘅。之後我哋就揀咗做手做銅器嘅。透過今次同唔同人士嘅合作咧，咁都學到好多嘅訪問嘅技巧啊，同埋點樣去製作一條短片嗰啲。平時可能我哋好少接觸嘅 software， 我哋都會接觸到，咁亦都學到點樣去運用嘅。上堂嘅時候嘅模擬情況啦，講師嘅個案分析、學校參觀同埋每一年嘅實習咧，其實會令到我哋更加學識點樣可以喺小朋友嘅角度到出發諗嘢嘅。一年班實習嘅時候咧，士道老師覺得我比較似一個社工啦，嗰陣時都好大挫折嘅。之後咧，佢俾咗啲啟發同埋教我點樣觀察同埋深入思考之後咧，其實都俾咗一個好好嘅出路我啦，亦都教識咗我點樣去令自己進步嘅。咁其實我哋會上堂嘅時候咧，會自己都會設計教具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喺實習嘅時候再攞翻出嚟真正去教小朋友。我覺得藝進課程係一個跳板啦，完成一年之後咧，順利咁樣收錄翻浸會大學嘅高級文憑。呢兩年嚟就有唔同嘅 course 啦，咁主要就係通識科同埋我哋本身自己專修嘅專業啦。另外呢個 course 咧都會有一啲實地嘅考察啦，咁例如我哋去參觀消防學校啊、一啲警署或者唔同類型嘅設施，咁呢都可以加深我哋對呢個行業嘅認識嘅。喺呢個課程入面咧，我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導師啦。咁呢啲導師都係退休嘅紀律部隊高層啦，佢哋都好願意同我哋分享佢哋自己嘅前線嘅經驗啦。呢啲經驗咧都幫助我認清到自己將來嘅職業啦，同埋咧幫助到我日後嘅投考。在這幾年學習裏面參加了很多不同活動，例如 JA Company Program 贏了獎項之餘，得到了很多不同業界的專業人士和老師他們的專業意見，去了不同的酒店實習。當時讀書的時候學了一個概念，就令我印象深刻，叫 Service Recovery。 2015年5月份成為了其中一個接受獎學金的學生，去了南澳洲他們 Study Tour。 我相信這些種種的經歷也會幫助我在事業發展提升競爭力。在第一年實習的時候咧，已經在一個真實的環境入邊實習，面對面咁樣咧去教啲小朋友，其實係幫到我咧去學唔同嘅教學技巧啦。咁都需要負責同唔同嘅家長溝通，咁溝通技巧方面，我覺得自己都改善咗好多，確立咗我之後要做一個幼稚園老師嘅目標咯。喺最後一年嘅時候啦，學院咧安排咗幾十個幼稚園校長咧嚟BU 呢一度咧，同我哋去做 mock interview 啦。完咗嘅時候，佢哋都會同我哋傾翻，話啊有啲咩做得好啊，或者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翻，令到我哋日後求職嘅時候個信心都大咗嘅。喺 CIE 同老師嘅關係好好啊，好似師亦友咁樣啦，大家都會好開心、好融洽咯。就算出嚟做嘢嗰陣時候，我有啲 career 上面有啲問題，我都會問下佢。通識科目諗翻轉頭最有用咧，就真係係 public speaking 啦，同埋英文寫作。出嚟做嘢，我除咗要寫 report， 仲要做 presentation 俾翻啲老細聽啊。咁喺呢個時間咧，嗰陣時讀嘅 public speaking 咧就好有幫助。好多謝咗老師，即係話俾我聽，其實我可以咁樣去讀好啲書，然之後就一步步咁樣就經過飛聯之後再入翻學士咯。我 total 用咗4年時間去完成副學士同埋學士嘅課程嘅。